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至为人医守护爱》节目。我是台中慈济医院身心科周少华医师。最近的天气变冷，气温忽高忽低，在这样的气温变化下，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病情容易加重。提醒观众朋友，在冬季里面要注意保暖和保养。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请到台中慈济医院心脏内科林茂仁主任到我们的节目里来，特别要跟大家谈一谈，在冷天的季节里面，心脏血管疾病的病友要怎么样注重保养和治疗。我们欢迎林医师。周主任您好，电视机前面的全球大爱台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心脏内科林茂仁医师。感恩林医师到现场来，林医师等一下还要去这个加护病房值班哈。那我想首先请问一下林医师，在这样的冷天的季节里面，在你的门诊里面，或是你治疗的患者里面，有没有怎么样特别比较会出现的个案，或者是在治疗上比较困难的？最近的话，天气由于乍寒乍热的话，所以的话这一段时间内来心脏科求诊的心血管病患有明显增加的一个趋势，主要是以高血压、心绞痛还有心律不整的患者为主。是，所以在这样冷天季节里面，高血压的患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有这个心律不整的患者要特别的注意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VCR， 是有关于急性清晰梗塞的治疗。平常勤于参加慈济社区活动的张英碧，晚年生活过得充实忙碌，几乎让张英碧忘记三年前健检发现心脏病灶的警讯。不以为意的她，直到2008年底，身体左背部开始感觉酸疼不舒服状况，左边手背都酸痛。连手开车的时候这个手哈，它方向盘啊，就很不舒服，痛有痛一个礼拜。我那时候以为是我以前的旧伤哈，整个把骨头骨，还把它贴药膏哈，就是神经痛啊，还继续吃中药噶，中药医师讲我神经痛，后背部的神经痛，我自己做医生啊，该研究。自行当医生的心态，不仅未解决疼痛问题，延迟一周的结果却让张英碧的健康陷入危机。在家里已经痛得冒汗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阿姨就甲讲，妈妈今来来去挂急诊。属于心脏前壁心肌梗塞的张英碧，当时状况十分危急。心脏内科林茂仁医师紧急为他做心导管介入性治疗，在阻塞钙化的血管内置放支架，因抢得黄金治疗时机，终于顺利救回张英碧一命。真的很感恩林茂仁医师哈，都放弃休假的哈马哈金来帮他抢救我的生命，所以哈很感恩公这个医院医生真的是抢救生命，所以说林茂仁医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真的是守护生命。是，请问一下林医师哈，您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张女士到医院来她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她被送来的话是在星期天的早上的话，因为胸痛还有盗汗的话，被送到我们急诊室来。那当时的话急诊室的医师判断是急性心肌梗塞。所以的话，我们就立刻为张女士实施紧急的气球扩张术，以尽量打通患者的血管挽救患者的心脏功能。是，所以听起来她的盗汗啊、胸痛啊，哈，诊断是一个急性心肌梗塞。到底这个疾病是怎么治疗、怎么诊断的？我们先讲诊断好了，她是怎么诊断的？我们基本上的话急性心肌梗塞的诊断的话是基于三方面。第一个的话是患者的症状，像典型的话，他就是在
胸口的正中央的话会有压迫感啊，或者是啊像重物的那个挤压感。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它辐射的部位啊，刚刚的话张女士一直在抱怨说她的那个左手背的话是不舒服的，但事实上的话在心肌梗塞的病人的话，有一些辐射疼痛的话是可以跑到左手甚至是下巴的啊，甚至是在胃部啊，所以也有可能会被误诊为是啊胃部的疾病啊。那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在医院方面可以做的话就是心电图，一张那个简单的心电图就很容易判断说患者是不是罹患了急性心肌梗塞。那第三个的话心脏的酵素上升，这也是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是，所以那这个辐射的疼痛的原因会是什么？因为好像一般人不会去意识到是这么严重的一个心肌梗塞哈。它辐射疼痛，刚刚林医师提到这是不同的身体的部位嘛哈，它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血流的问题，还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个案，就是说这个疼痛的辐射要去想到是心肌梗塞的问题？这边要再提醒一下，辐射到手背，尤其是左手的部位，尤其是尺神经所分布的部位，那这种疼痛的话不能等闲视之啊。有时候的话啊，就是心绞痛一个早期一个真相啊。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啊，如果说一个患者常常抱怨说他左肩疼痛、左手背疼痛，那他在那个其他的科别，比如说神经内科，或者是复健科，一直看诊看不好的话，那这时候要小心说是不是心脏方面的疾患。那这时候的话，就应该要转介到心脏科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再请问一下林主任，那关于这个动脉会硬化的原因是什么？动脉硬化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可以分成先天跟后天方面的一个因素。那在先天方面的一个因素的话，家族史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那它的定义就是说，你的一等亲以内，在男生的话45岁之前，或女生在55岁之前有得过冠心症的话，那这就是表示你有一个冠心症的一个家族史，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也有人是认为说跟你的一些疾病的话有密切的关系啊。这些疾病的话，包括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症的话，这些都会加速动脉硬化的一个过程啊。那我刚刚所讲的话，大概都是一些先天或者是基因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第二个的话比较广义的话，就是后天造成的。我们在后天方面有一些那个危险因子，那比如说抽烟啊，这个是大家所最常熟悉的一个那个危险因子的话，它也会加速冠状动脉的一个速度。是，那一旦这个冠状或是一般的动脉如果硬化的话，哪一些疾病就是我们要开始考虑可能会有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在门诊的病人的话如果怀疑是心绞痛的话我们会给他做一些那个实验室的一个检查，比如说检验一下病人的血糖或是胆固醇，看看他是不是有潜在的一个糖尿病或是高血脂症。那第二个病人的话，血压他控制的话是不是理想，所以的话我们在治疗冠心症的同时的话，也应该治疗他伴随的一些其他的一个内科疾病。是是，那最后再请问一下林医师，但所以冠状动脉硬化的治疗 有哪些方法？一般来说的话目前最广义的分类的话就是内科治疗跟外科治疗。在内科治疗里面的话又分成药物治疗以及那个冠状动脉的一些介入手术，这是我们心脏科医师所执行的。那冠状动脉的一些介入治疗的话，包括传统的气球扩张术或者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支架置放这是所谓内科疗法。那第二方面的话有些病人由于他
血管本身的品质并不是很好，不适合前束内科疗法的话，这时候我们会转介给心脏外科医师做所谓冠状动脉的一些外科的一些手术。那我们等一下继续听林主任的一些讲解。那接下来我们有另外一段 VCR， 也是这个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的一个故事。中秋节过后哈，中秋节过后，肯康后了。对啊，是恁主管啦。伊是讲吼，吃食吼，肯康后啦。嘿啦，肯康后啦。仔细聆听心脏内科林茂仁医师叮咛与建议，现年61岁的林树木，体壮的外表，很难相信他有着一颗脆弱的心。这走路拢好好嘛？哎呀，好好好。较早高血压吼，拢无咧控制，食饭啦，哎，出去应酬的时啊吼，未像咱讲较食粗大餐啦，吼，对不？嘿呀，迄当初因咧应酬，咧上班啦，血管就是咱高血压吼，啊，就是咱拢无咧个注意这個，拢无咧个注重这安尼嘛，啊，到汹涌就发生安尼。哦，他那时候半夜发作的时候，那他没有跟我讲，他不知道，然后到早上他才跟我讲，胸好像都说扎扎安尼啦，真艰苦啦。急诊进去的时候，医生才说看一看，马上就跟我们讲说他马上要赶快动手术了。被紧急送入心导室的林树木，经介入性检查才发现，林树木是心脏下壁心肌梗塞，加上心脏的血管过于弯曲，不利置放支架，因此林茂仁医师决定为林树木先做气球扩张术，后续做追踪治疗。过去一年里，林树木的心脏已历经了2次急性心肌梗塞的危机。现在除了按时服药与固定回诊之外，林树木决定提早退休，和妻子齐心改变过去的生活陋习。哦，我就会跟他说，尽量吃清淡一点啊，酒哈尽量把它控制着，说不要让他喝太多，因为运动他也有在运动了。吃的方面尽量说帮他检视一下吃的方面就好了。回归简单生活作息后，闲暇时夫妻俩一起整理田园当作运动，能再度享受健康的生活，更让林树木格外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人生。请林主任再跟我们谈一下，当初这位林先生哈，他到急诊来，他那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时候做了什么诊断？那他的症状的话，也是因为胸痛、盗汗被送来急诊室。那但是的话这位林先生的话，我们当时帮他实施紧急的那个冠状动脉气球扩张手术之后，有在追问他的病史，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我们刚刚。前一段节目所讲的那些危险因子啊，包括抽烟啊、糖尿病啊，或是高血压的话都没有。所以后来选择就是好像就是做气球扩张术嘛，哈，没有做支架。那时候的考量是什么？林先生的话，他的是属于下壁心肌梗塞哈，他的阻塞的血管的话是右边的冠状动脉。那当时候的话，没有置放支架的一个考量点是，这条血管并不是很粗的一个血管，一般来讲的话，支架置放的话，如果血管的管径越大的话，那它的效果事实上就会越好。但是反之，如果你置放的血管的话是比较小的、直线的一个血管的话，它效果的话就会相对递减，这是第一个考量。那林先生的话，他基本上的话，他的右冠状动脉的话并不是大血管，那第二个的话，它的血管的话事实上是比较弯曲的，那有时候的话我们在做心导管方面的话，弯曲的一个血管要置放支架，有时候在技术上的话会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挑战。是，在影片中有提到这个救心这个药了哈，所谓的消化甘油嘛哈，我想我们一般的民众都有听过这个药，也知道这个药的重要性哈。您是可以再跟我们仔细的讲一下这个药的使用跟它要注意的部分是什么吗？我想这是对于冠心症的
患者来讲，为什么叫救心？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重要，它可以拯救你的一个心脏。那在我们的心脏科的诊间里面，在我们的桌子的抽屉里面也摆着一瓶这种东西，救心。那基本上来讲，如果患者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的话，他虽然有服用抗心绞痛的药物的话，但是还是可能会发作。比如说在比较寒冷的温度或者是饱餐一顿之后的话，很可能他就会产生胸痛。那这时候的话救心就可以派上用场那最简单的用法就是我们可以倒出一颗来把它放到舌头下面因为这边有舌下静脉，它可以经由舌下静脉吸收，迅速的到达心脏，造成冠状动脉的一个扩张，缓解患者的一个症状。隔了5分钟之后，你还没有缓解的话，可以再服用第2颗。那如果再没有缓解怎么办？再隔5分钟，可以含用第3颗。但是如果你使用了3颗的救心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改善，那这时候就是建议你赶快到大医院的急诊室来，因为这时候是不是已经变成所谓的急性冠心症，或者是急性心肌梗塞，要赶快确认。我们要记得林主任讲的这个事情，就是每5分钟可以服一次救心这个药，消化甘油。如果再服用了3次之后，这个心绞痛疼痛还是没有缓解，应该要赶快到医院来。那请问林主任，除了救心这个药以外，关于这个急性这些心脏，或者是说之后这个心脏这个问题的这个疾病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药物要注意来服用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要使用多种的药物来达到那个治疗冠心的一个效果。那这里面包括抗血小板的药物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药物的话就是阿司匹林，它发明大概已经100多年了，那到现在的话还是那个在心脏科的治疗上举足轻重因为它基本上的话可以预防心肌梗塞。那文献也告诉我们的话，有服用阿司匹林的冠心症患者的，他的预后的话是比那些没有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来得好很多，包括心肌梗塞的再复发的比例也是下降很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你伴随的内科疾病也不能坐视不管，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要积极的控制他的血糖；你有高血压，也要积极改善你的血压值。那完好的服用降血压的药物，遵从医嘱，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就是所谓的史达汀的药物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降胆固醇的药物，因为在冠心症的患者里面的话，有很多比例的话是高血脂症的，所以的话这些冠心症的患者如果他的胆固醇浓度超过200毫克以上的话，那我们是建议要使用降血脂、降胆固醇的这些药物。是，所以听起来我们所谓的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跟冠心症的治疗是蛮重要的这三高的控制好，对于冠心症才不会容易的复发或者是恶化了。那还有关于这个，一般有的民众好像觉得急性期过了这个生活的这个作息好像这个保健就可以放松一点，是不是这样？还是说这些冠心症的这些个案，这些大德应该要比较长期的比较注重自己健康的保养？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可能周主任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要给他适度的运动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适度的运动的话，基本上可以改善心肺功能。那第二个的话适度的运动的话，也可以再降低心血管事件的一个再发率那最近我们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有一篇文章刊登在刺格针杂志上它的结果的话在这边提出来让大家做参考。那事实上他认为说，即使你的运动的一个时间的话每周只有45分钟，我们标准是2.5小时那可是这些病人在经过5年甚至6、7年之后的追踪的话，他事实上还是
心血管的那个罹患率的话，疾病的一些罹患率还是有显著的下降，它死亡率也是有显著的一个下降啊。所以基本上的话，在心肌梗塞的病人的话，我们建议是给他适度的一个运动啊。那当然的话啊，如果是一些剧烈的一些啊，像马拉松这个，我们大概就不会很赞同。那听起来很高兴哦，每一周四十几分钟的运动，听起来一天不要到七分钟的这个运动时间，对于这个冠心病的这个保养是有帮忙的哈。那再想要请问林主任，到底为什么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容易有这些急性的这些心脏病的这个发作的危险？天气寒冷的话，这时候温度下降，那我们体内的交感神经啊，它的张度就会增加。那交感神经兴奋度增加的一个结果的话，就会造成冠状动脉血管的痉挛或者是收缩。那在冠状动脉的一些斑块的话，哈，尤其是那些冠心病的病人，这些斑块可能因为血管收缩的话，表面就会产生那个破裂的一个现象。那当这些斑块破裂之后的话，里面的一些组织会暴露出来。这些组织对于血小板来讲是一些很强烈的一些吸附因子，它会使大量的血小板靠拢过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血栓，把整个冠状动脉的一个管腔都堵住了。那临床上就产生所谓的急性冠心症。是，所以到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好像也是跟这个会反映这个天气的寒冷了哈。那总体来讲，对于这些冠心症的患者，刚刚林医师提到嘛哈，就是说按时的服药，控制好三高哈，然后生活作息要稳定，那还有就是说要运动哈。您还有没有其他进一步的这个建议，或者说要建议家属的角色里面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吗？家属事实上可以帮冠心症患者的话很多那个他们生活作息上的一些帮忙哈。那举例来讲的话老人家的话他是冠心症的高危险群啊，所以的话在老人家的话我们要注意冬天的一些保暖哈。那基本上的话如果是天气的温度真的是太低的话，那这时候的话上了年纪的人的话，我们除了给他御寒的衣物以外的话，那这时候的话尽量是不要外出哈。那尤其是在天寒地冻的一个日子里面的话，这时候的话他的那个适当的一个保暖是相当重要的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支持的一个心理层面来讲的话那家人的话他的鼓励他事实上的话比如说对这个病人来讲他没有按时服药啦他没有听医生的劝把香烟戒掉那事实上我们家人的话就在旁边这可以帮他做很多改善健康有益的事。是，感谢林主任，今天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冠心症急性心肌梗塞的治疗还有诊断哈。那我们希望在这样天气寒冷的时候，冠心症容易复发恶化的时候呢，希望各位的患者也好，家属也好，大家知道了怎么样来维护这个疾病的这个保健了哈。今天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林主任，谢谢大家。